2022年9月9日下午，韩国孔子学堂中秋节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在韩国孔子文化中心5层举办。总裁朴红英、宣传部长全春花、企划主任陈思敏、网络主播神东和来自韩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夜晚。大家一起准备了韩国中秋节特有的美食松饼。和中国的饺子。举杯共同庆祝中秋佳节。中秋快乐，来。中秋快乐。晚上，一轮明月升上天空。大家一边喝茶品尝月饼欣赏月色，一边通过直播与国内网友们畅谈了中韩中秋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异，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中秋节。加入我们这个中国服装化中心。